家吧，熊大。啊，没事儿，还能吃啊。好。嗯。哎呀，咋回事？俺们的家被戳了个洞。啊，又撞了。最讨厌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了。这地图上显示的是……哎，啊，天才威！哎，不是天才威啊！你撞到俺们家了！熊，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俺们不吃人！别过来！危险！危险！快下来呀！快下来！别害怕！别喊了，他听不懂俺们说话。找郭子强来帮忙吧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快救我啊！救！别害怕，下来把车开走吧。这两头熊是我的好朋友，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害怕。你们先离开吧，不然他不敢下来。谢谢大哥啊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？是公司派我来这儿的。没想到竟然有两头熊，这还怎么建信号塔呀？啊，要在这建信号塔？对啊，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。哼，这儿可是熊的地盘，那两头熊可不好惹。我劝你啊，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奖金，有奖金。如果大哥能够帮忙赶走狗熊，信号塔能顺利建成的话，我就跟公司申请一大笔奖金给你。怎么不早说呀？帮你可以，但是必须按我的计划行事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他没看清路，不小心才撞上了树洞。这窟窿咋补呀，熊大？确实不好补啊。光头强，你有啥好方法吗？哎呀，这窟窿可真不小啊！要把这窟窿补上，还需要不少时间呢。哎呀，多长时间俺们都愿意补啊！可现在是雨季啊，来不及补，下雨就要漏水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俺们不怕下雨。啊，还有。你们俩这么胖，还一天天的挤在那么小的一个树洞里，多难受啊！依我看，你们不如搬家，找个地势高的地方，能看到整个森林，保护起来也方便嘛。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看这树洞漏水了吧？还能住吗？光头强，俺咋觉得你没安好心呢？啊，你想多了。哼，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干啥。我你就是懒得帮俺们补窟窿。下去。哎，熊二，熊二，你这是快感冒了吧？搬家吧，熊大，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。好吧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又宽敞又气派，还靠近森林中央。你们想要保护森林，不管天才威在哪里出现，你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。哎，好呀好呀。哎，熊大熊大，造一个大浴缸。这主意不错。在这儿放一个比浴缸还大的床，俺就能在床上翻跟头啦。光头强，谢谢你帮俺们找到这么好的地方。小事一桩。哦，对了，人类搬新家叫乔迁之喜，不如请吉吉他们都来玩吧。哎，好，那俺去通知他们。俺去老树洞搬东西。啊，那我去找点吃的。大哥真是驯熊高手啊！奖金呢？给。等熊把东西搬走，你们就赶紧动工，懂了吗？好嘞。哇，真大呀。也就比本王的寝宫大那么一点点嘛。水果来喽。
来来，大家尽情享用，尽情享用。嘿，熊大，你快来吃呀，都快被俺们吃光了。这蜂窝怎么又旧又脏？这是，这个是你第一次摘的蜂窝，认不出来了。不用怕，俺已经把蜜蜂引开了。成功了！熊二，没事吧？俺没事。那熊大，你看，熊二真棒。对哈、俺都忘了。你竟然还留着呀？俺的西瓜头盔，俺小的时候总喜欢把它挂在那边的木架子上。已经搬家了。我接个电话啊。都搞定了，多亏了大哥你呀。别客气，以后常来狗熊林旅游。还有嘟嘟的照片。这个是俺们在老树洞门口拍的全家福。这个是妈妈。来，往右点。真好看。俺想树洞。有什么好想的？这儿多气派。这里是好，可是老树洞里面有很多回忆是俺们无法忘记的。熊二，咱们回家补洞。好。等等。补洞的材料还差一些，你们先吃着水果，我先去找点补洞的材料。完了完了，不能让两头熊看见信号塔。喂，快帮我把信号塔伪装成一棵树，听到没有啊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报酬没问题。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光头强，你干啥呢？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？这棵树以前就在这儿吗？好像是吧。好久没爬树了啊，比比看咱们谁爬得快。不能爬。为啥？因为树生虫了，我刚喷了药。俺本来还计划今天要吃光这棵树上的果子呢。果子，果子前几天被我摘了，都在我家呢。俺要吃。现在吗？对，要不俺们去你家吃吧。等一下，让你们亲自跑一趟，多不好意思啊。我去把水果拿过来啊。那就辛苦你啦。哇，没想到这棵树竟然能结西瓜。新品种嘛。俺记得树上面还有个蜂窝，水果配着蜂蜜更好吃。俺要吃蜂窝。蜂窝我也摘了，在我家呢，我回去给你们拿。好吃。对了，俺记得树上面还有。我说实话。光头强，你咋的了？我没有喷什么药，那棵树其实是信号塔，我骗了你们，对不起。光头强，别打脸，别打脸啊！俺们早知道这是信号塔了。其实俺总觉得你不太对劲儿，一会儿劝俺们搬家，一会儿又说要补洞，还偷偷打电话，这个，后来俺们突然想起来，赵林说过保护区要建个信号塔，才明白那个司机应该是来建信号塔的。建信号塔是方便保护区保护森林和动物的，只要是有利于森林和动物的事儿，俺们肯定是支持的。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。不对，刚才你们是故意耍我的。谁让你不说实话，还利用俺们赚钱，所以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。把信号塔做成大树，这个还挺有创意的。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？俺们的树洞还没补呢。我的头痛病又犯了。又撞病是吧？快赶紧了。
森林音乐节。根据我精确的情报显示，大象奶奶每天都会路过这里。怎么还没来啊？主人，这一次我们要吸取谁的能力呀？我都等不及要完成任务了。这次的目标是大象奶奶的听觉，只要有了敏锐的听觉，无敌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，攻破敌人的偷袭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在这等吧。主人，我没偷懒，我只是……光头强，你把门上干啥呀？大象奶奶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说，这些设备是为我们这次森林音乐节准备的。森林音乐节？没错，我这全是为了展示狗兄你独一无二的动物风采。其实我是想用你们的表演视频去吸引游客。大象奶奶，你来控制音响，安排表演顺序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怎么让大象奶奶碰到采集器呢？奇怪，好像那边有谁在说话呀。大象奶奶，大象奶奶，俺们想第一个表演熊二打鼓，俺唱歌啊。怎么你们就第一了？有本王在，谁敢第一？大象奶奶，本王早就想好演什么了，本王要第一个表演。姐姐，是俺们先来的。怎么就你们先来的？就是俺们先来的。本王先。俺们先。本王。俺们。你们别吵了，你们抽签决定吧，谁抽中长的谁就第一个。本王先抽。右边。不，左边。左边。哎，嘿嘿嘿，俺们第一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安排完了吗？快来帮忙布置现场。来了来了。叽叽狗王，我们是压轴表演。哼，才不要呢！本王就是要第一。有办法了，妈妈，我们这样。这样好吗？当然，既然本王说的做。是，叽叽狗王。机会来了。大象奶奶。就当让本王先表演。啊，怎么可能啊，我去问问。别，本王去问吧，本王去问。熊大熊二啊，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顺序让给本王啊？吉吉，你说啥？他们好像没听清。妈妈，你去确认一下。好的。熊大熊二，大象奶奶想吃点水果可以吗？吃水果？嘿嘿，当然可以了。大象奶奶，你看他们答应了。哦，太棒了。吉吉，你想排第一参加节目可以跟奶奶说，但是不能这样欺骗奶奶，知道吗？大象奶奶，你怎么知道？对不起，本王知道错了。这次啊，就让你排第一。真的？真奇怪，吃个水果还问俺们干嘛呀？大象奶奶，吃水果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成功了！香蕉呢？我刚才拿香蕉了吗？大象奶奶，开始了。他们挥手干嘛呀？该我主持了。森林音乐节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欢迎第一组表演嘉宾吉吉和毛毛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怎么没声音呢？咋变吉吉了？俺们才是第一个上场的呀！
哎，大象奶奶咋不理俺们呀？哎呀，怎么没声音呢？都是江山和海洋，我不怕未来，不畏过往，勇往直前，奔向金山旁。我迎着风，还是没声音呢。江都是江山和海洋。俺受不了了，不唱了，救命啊！最后一步，把芯片安好。给我安静点儿。这什么声音啊？邓东阳还说按时完成任务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又来，怎么回事？难道出事了？我得去看看。奇怪，还是没声音呢？难道是线坏了？电源线，快停下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采集器呢？主人，我已经……终于安静了。熊大熊二，你们没事吧？主人，想到采集器，吸取了大象奶奶的听觉，现在只要找到采集器就行了。知道了。赶紧找！是，主人。难怪大象奶奶把音响调那么大，原来是被他们夺走了听觉，听不到声音啊。那大象奶奶咋办？她不知道自己的听觉没了。抢走了听觉，音响。有了，我想到个好办法。找到了，看来真的采集成功了。啊！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啊！有本事别跑！抓不到你，抓不到我！别跑！你交出来！拿到了！机器，还给我！熊二，接住！抓不到我吧？主人，这边！哎呀！机器是我的了。谢谢东东妖了，妖还不快追！到手了！还给俺，熊二，接着，好嘞！哎，把采集器交出来！快松手！跑哪儿去了？嗨，原来是你们！开这么大声，打扰我做实验。上！是。来来呀！看我的！主人，我抢到了！哎，失败。耶耶！终于拿到大象奶奶的能力了。哎呦！哎！真没想到，我被那两个坏蛋夺走了听觉啊！可惜音乐节泡汤了。光头强，对不起，搞砸了你的音乐节。别伤心，光头强，他们把大家都叫来，
给你一个精彩的音乐节。嗯，真的，太好了！小小男子汉。主人，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。主人，救我呀！喂，快关掉！木妖，你小心点，要是无敌怪兽有个什么损伤，我就拿你顶上。是飞行器总出故障。对了，主人，我有重大发现。说吧。主人，我发现跳跳妈的后腿超级有力。嗯，不错，这个非常匹配无敌怪兽。主人，我还观察到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去采蘑菇。干得不错，东东妖啊！被主人表扬，太开心了！哟吼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哇，妈妈，这两蘑菇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！注意注意，目标正在靠近，目标正在靠近！主人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。虫子差点就掉下来了，谢谢宝贝。我可是小小男子汉，保护妈妈是应该的。踩进去，幸好没坏。董妖，你怎么搞的？下次手脚利索一点。是，主人。再去找点其他颜色的。妈妈，你快看，哇！好漂亮的花环呀，那你快试一试。嗯，做得真好看，谢谢你宝贝。太好了，开始采集，就差一点了。又是虫子啊，妈妈。谢谢跳跳。动动腰。主人，对不起，这次这是个意外。你怎么回事？把采集器都搞没了。看来采集的事儿只能你亲自上了。我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呀。妈妈你看，哎呦，别急，我来帮你。不行，我推不动。老夫只是出来寻找美味，想不到。您别急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哇，果然是有力的双腿，我来了。这个力量，腿力果然厉害。这是老夫的谢礼，请收下。这个蘑菇好啊，又大又肥。没错，可好吃了。跳跳啊，你最喜欢的蘑菇给你吃。我不吃，妈妈你吃。不，你吃，还是你吃吧。给你吃，给妈妈吃。你吃，我不吃。跳跳，给你吃，妈妈你吃。一只苹果，一只蘑菇，不许反驳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家都有份，实在不用谦让。那好吧，就听您的意思吧。主人，我成功了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哇，终于成功了！董德耀，采集器呢？采集器，在篓子里。啊，原来是你们！哼，交出采集器！这么强的腿力，当然是属于无敌怪兽的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妈妈的能力！哎呦，董德耀。让你尝尝我的摇来摇去，接招！跳跳，主人等等我！哎呦，
撞坏了蘑菇采集器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还不快来帮忙？快找蘑菇采集器！可不能让你先找到。哎，我的粘枪呢？嘿嘿，跳跳，快跑，快！哪儿跑？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能来救你了。跳跳，快跑！妈妈，不怕不怕，我可是小小男子汉。对，我是小小男子汉，我要保护妈妈。哎，我找到蘑菇采集器了。平衡车呢？主人，在这儿呢。啊！跳跳。啊！快把采集器交出来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袋鼠的腿力总算是到手了。主人做的蘑菇采集器简直以假乱真呀，连味道都一样。那是。主人，采集器的味道是不是比真的蘑菇要更香呀？嗯，这采集器是……嗯，被骗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跳跳，你没事吧？天才威呢？我没事，妈妈。天才威应该没那么快赶到，我要抓紧找到采集器才行。在哪儿呢？像是上面。小袋鼠，我可真是太小看你了，又掉虎离山。没有人能阻碍我。妈妈，你这个坏蛋，不许伤害我妈妈，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啊。有本事来抓我呀。董路妖，你去找采集器。是，我要亲自解决的。我看你往哪儿跑。这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，哎，找到了，这次主人一定会夸我的。我绝不认输。妈妈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
因为妈妈有小小男子汉保护啊。走，我们回家炖蘑菇汤吧。